只要有你，每一天都是情人节。只要有你，再多苦我都不会累。张兆志九嫩期奇袭放闪，乐当人肉支架。牛郎织女婚约这天，可怜的苹果单身狗在哀怨来到老地方风不大百货上跟哦，发现熟悉面孔是舅舅张兆志和小十三岁网红嫩妻徐允乐耶。老公你好，太太你好。他俩在今年520登记，七夕这天舅舅来吃情人节晚餐，有两名 ham 不是像电灯泡陪同，吃饱喝足后有力气逛街了，来到鞋店挑挑选选，看你我要是这一双。baby 来我扶你，小心哦。哦，是有没有这么 sweet 啦？经过几次轮番选鞋试穿，小两口开心到柜台结账，哎，当然是由老公买单咯。鞋店放闪完还不够，手牵手，幸福多更多。两人真的好幸福哦。不过被问到何时补办婚礼以及做人进度时，张兆志以简讯回应：夫妻一般生活，感谢关心。娱乐动新闻发帖子记得通知嘿，报道。